你刚才走神了。战斗中要集中精神，战斗中要集中精神。我知道了，说了100多遍了。知道你还发呆。发呆？发呆你也打不着我。嘿，呼！看我不打你个呆子！我姐姐生气了。师父，你要是再这样戏弄你三火姐姐，我可不帮你了。没事，三火姐姐，三火姐姐又不是土匪，不会用一般计较的。师父，是发生什么事了吗？你们恐怕得去趟天都城了。王爷，人来了，师父将他带进来。是。你众卿，你们还有什么谏言吗？这都是第四个，这都是第四个边塞重镇了。叔父，您先前推测是烈风谷的一人搞的鬼，那可有什么证据吗？若是我们先违反了与他们的协议，天下人该如何看待我？毕竟永不互犯的协议是先王定下，你说呢，叔父？让他们看看你的真容。
告诉他们，你是。我们怎能凭借着一番胡言乱语就打破想我天下王土，历来雨顺风调，人民安居乐业，可近来不过十日之内，我王土边塞四镇竟个个离奇失联，人间蒸发了一样。而与这边塞四镇离得最近的就只有这烈风谷。这烈风谷向来就云诡波谲，离奇异常。烈风谷的那些异人们有个个身怀奇能之计，若要侵害我王土之民，恐怕是轻而易举。试问这普天之下，我王土之中还有谁有能力有胆量敢做能做这样的伤天害理之事啊？我王既是承接先王之志，鄙人又受先王恩托，得以尽微薄之能辅佐王上，岂能不效犬马之劳？当下威胁极在，暴虐环伺，我等还不尽早打破这凶险难局，果断出兵，恐将遭灭顶之灾啊。叔父方才所言极是，我们是该有兵士之备以应凶险，但为保周全，我愿替王上出使烈风谷，以断烈风谷与我王毁约之口实。恳请王上应允。姐姐，姐姐，快请起。姐姐，你这是满朝文武，有谁敢保护我姐姐？啊，不，护送我王庭长公主前往烈风谷。长公主真巾帼英雄，是我王土之福啊。只是这凶险之徒。感谢叔父关怀，我愿自请一队人马随我出行。王上，好好好，叩谢我王恩信，我等将不辱使命，吾王万岁万岁万万岁！吾王万岁万岁万万岁！吾王万岁万岁万万岁！吾王万岁万岁万岁万万岁！姐姐，奴婢有礼了。这红绡馆还是这么热闹。你莫不是？对，就是那个小和尚。几年不见，都长得如此俊俏了。
你不在的日子，姐妹们老是念叨你呢。要是现在看见，怕是大家都要动春心了。可惜今晚不凑巧，场子里有其他好戏看。为啥冤家？嘿。起义开！哎呀，听闻道上的鱼钩子说，今天晚上这儿要招几个会水的，看看爷几个能不能包了这艘船。大当家说的是，对，大当家说的是。听见吗？快点！你还笑？孩子啊，别使你那小娃娃的拳头了！哼！我打你！我的手！我的手！看清楚了吗？幻术。刚才那老先生转身的时候，从袖口洒出的是幻粉，那家伙被幻觉迷住了。哇，他是怎么做到的？好厉害啊！孩子呀，真是太客气了。起来吧，这还没过年呢，你这是干什么呀？别过来！老大，怎么办？怕什么啊？嘿，我们人多。公主，看我的！慢着，照顾好公主。抄家伙，搞起来！到你们了。哎，去吧。我？施主，放下屠刀，立地成佛。不行，这是斧头。我。
哎，这你，我这这这，我老大，对不起，施主，打疼您了。太欺负人了，没有这么欺负人的。欺负。施主，您不用灰心啊，回去好好训练，还有进步的机会。我去！老大，老大，再不出手就没机会了。血战到天亮啊，还没出手呢，人全跑没影了。戏演完了，关主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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看来公主也有人选了。又是你吧，老沙，动手总是没个分寸。你看把这弄的乌烟瘴气。不是我弄的，他们所有人都有份儿，我只是。这就是你的力量，也是我的命运。王爷，您真的让我带那位公主去烈风谷吗？这跟之前说的不一样。万事随机，你只需要引他们到目的地就行，其他的事情你不用管。可他们有可能会走不出沙漠。王爷，韩恒在，你跟着一起确保他们都。那公主，怎么又增加外援了？嗨，美其名曰是保护公主来的，其实是跟屁虫。那是摄政王的人。不过边上那个人，公主说他叫做莫，来自塞外，是我们这条船的司南。馆主让我转告各位英雄，这趟就有劳你们一起了。叶兄弟，这趟船就全靠你这个舵手了，一定要关照好大家，尤其是这位公主。回去请回禀馆主，一切尽可放心。
那个墨也可能是个异人。烈哥哥跟你说什么了？我跟你一起去。哎呀，坐下，小毛孩，别给我捣乱。每次都是这样，老怼我。怎么了？和你姐姐吵架了？她才不是我姐姐。看来你都知道这幻术的秘密了。姐姐说你会给别人下迷药。哦，迷药？那我的迷药在哪儿啊？其实这真正厉害的幻术是不需要什么幻粉的。那真的可以不下药就把人给迷住吗？哎，这里有水啊。有水啊。沙漠里面竟然有水，看水吧。沙漠里面竟然有水，你们快过来呀。看到没，这里有水啊。你们快过来呀。爷爷，您是怎么做到的？真正的幻术其实是让你看到人心欲望。真的吗？爷爷好厉害。爷爷，我一定要教教我呀。长大了我也能像您一样厉害吗？你叫墨对吧？哎，你们猎风谷的人都这么酷吗？你不用套我话，我是猎风谷的人。哎呀，不可能不可能，听说猎风谷的人都是黑头。
要是你还在我身边该多好。真希望自己能有勇气像您当年一样敢于面对我们陌生的朋友。虽然这次行程现在看起来怕是凶多吉少，但我一定会尽自己的绵薄之力不让您当年的和平协议付出东流。多好的女人，多么负责任的公主啊。公主，大晚上的你瞎叨叨什么呢？老沙，哎，别在这守着了，这有我呢，放心吧。你去内屋看看，莫跟韩恒那屋。怎么了？我也不知道啊，我刚想问他。别上来，都别上来，这附近有东西。你是怎么知道的？我知道这个东西叫幽怪，能穿透人的身体，中招的人都会变成粉末。更具体的，你应该去问那个墨。我知道这些东西的真相。江龙儿，快！我看到了，是气，他们是气凝聚成的。是气。他们就是异人，异人，
知道是什么。只要知道是什么，就由得他。说吧，你还知道些什么？在这个村子里有一个地方，那儿可能有你们想知道的一切。什么地方？这里是幽怪以前奇袭我们镇子之后为哀悼死去的人而建的。这里是墓穴？不，这里本来是避难所，这个洞穴本来是为了防止战争和暴乱而建造的，没想到成了躲避幽怪的避难所。许多人逃到这里幸存下来，而来不及逃的就……所以，在幽怪袭击中遇难的人，后来也被供奉在了这里。你刚刚说幽怪之前就来过这里。15年前和今天一样，整个镇上20000户人都化成了齑粉。你知道了这么多，难道你是……我就是那天苟活下来的人。都是爷爷的错，爷爷对不起你。你们安全了。所以说，是烈风谷的人救了你吗？你已经知道真相了，是吗？刚才你们两个跑得还挺快啊。诸位，人各有命运，
此刻不也都安然无事？莫先生，您是怎么知道这个避难所的？他当然知道这个避难所，当时在这个洞口，那个孩子就是你，是吧？那你最有资格告诉大家真相。真相？有谁又真想知道真相？你到底什么意思？什么意思？幽怪就是他们自己猎风谷的人。他说的是真的吗？所有这一切都是你们做的？我们猎风谷一族天生就拥有强大的力量，比你们的更加强大，以至于当我们死去，我们的力量也不会消散，穿梭游荡于这空气中，也就变成了你们口中所说的幽怪。在烈风谷内有一座圣山，每一个逝者都会被他们的后人安置在那里，那里就是我们这一族的归宿，直到你们第一次向我们开战，那些在战场上死去的烈风谷的战士们的力量没有了寄宿之地，只得四处游荡，并将对敌人的怨念继承了下去，成为了没有血肉的致命武器。所以你们才来到我们这儿，即使我们都是没参加过战争的普通人，你们也不放过我们。烈风谷的族长们也觉得不能任由这些幽怪四处杀戮，所以他们想出了一个办法。原来你可以吸收那些幽怪。是，族长们说只有我能做到，这是我的命运。然而当我真正的吸纳了他们之后，我才真正的感觉到我承载的只是所有的仇恨、愤怒。他们每天都在我脑海里不停地嘶喊，一刻不停。我这才明白，原来我只是一个容器，来收了我们一族的海洋。所以起码你救了很多人啊。爷爷，你就是他们杀了我的孙儿。Oh.
界，这具软弱的鼠辈，我去给公主陪葬吧。王爷，交给我的任务就要完成了，您的理想一定会实现，只要是为了您，干什么都心甘，干你妹！我们江湖讲的义是大义。千里之行，终须一别。不如，我们就在此别过。兄弟，不与我们一起继续吗？我现在这个样子，再跟你们一起上路，一路之中，难免给大家平添累赘。所以，还是让我只身一人，去浪迹江湖吧。兄弟好样的，江湖再见。好，走。啊，公主，你慢点走，我得保护你。
好像跟着我，迷路了就出不去了，快！等我回来。沙堡之门就快关闭了，快跟上！他们是谁？公主，你看这是什么？你这是哪儿来的？不是这里的伙食不好吗？我就和烈去打点野味回来，给你补补。之前长老说了，他们不杀生，你还把肉带进来。他们不杀生是他们的事儿，总不能饿坏咱们的身子吧？你吃啥，我给你摆点。你还是拿走吧。看我干什么？我跟你说的全部都应验了吧？说了这么多，你根本就……你们都是圣人，就我一俗人，都不吃，那我吃呗。公主，你真不吃吗？很好吃的。我自己回去吃。烈，可否稍留片刻？我有事想与你谈谈。哎，你不是要吃鸡吗？再不吃，这鸡就要凉了。嗯，这是鸟，不是鸡。
你玩个鸡犊子！你们当时为何对我隐瞒身份？如果当初接这趟船的时候，公主就已经知晓了我们一人的身份，你可还敢把我们留在身边？敢不敢是后话，但如果一开始便是欺骗，又怎能期待会有善果？若按常理，公主此言无误。可是公主，你可曾留意到那天都城的城门口日日悬赏缉拿异人的告示？你可曾体会过在那刀山剑雨当中求生的剑客，以及无处不在的冷漠还有隔阂？越是如此，我们才越该改变自己啊。公主能有如此气度，也佩服不已，只是若真要改变，绝不是说说而已，更不是一朝一夕之事。是，不是每个人都能看到彼此的真心，也不是每个人都像我们想的那样简单、干净和纯粹。怎么弄这么远？走，回来了。
风暴之灵，听我召唤，速疾之身，永世安宁。仪式已经开始了，族长，他们承受不了了，快停下！你看，你很快就学会了。但仇恨还在。莫，不应该只是这样。承受，一味的承受也是一种逃避。你应该，我的命运只是承受。不，我不能逃避，我不能逃避，我不能逃避。
金龙，你没事吧？我没事。没事就好，没事就好。谢谢你刚才救了我。三虎姐姐，我看到墨了，我要去找他。那边更危险。我不知道怎么说，但是我必须去，必须去帮他。我陪你一块去。烈，老沙，保护好公主。走。不好，他们又来了。烈，你保护公主，我不怕妖怪。看我的大傻逼！你不要再走了，让我去。不行，我得保护你。相信我，不会有事的。我答应过师父，要……你忘了，你已经打不过我了吗？好你个小兔崽子！支撑不住了，我知道，枫叶，我是来和你一起面对的。这不行，你不能，这里很危险。小心！我已经明白我为什么在这儿了。如果你的命运是承受仇恨，那么我的命运就是化解仇恨。没时间犹豫了，来吧。让我们完成共同的命运，不是共同的使命。安静吧。是啊，已经很久没有这样了。他们已经平静了。你是怎么做到的？理解他们，包容他们。既然他们之前也是人，
那我就见他们的真心。你比我勇敢，看来我的任务已经完成了，是时候跟你告别了。不，不是这个意思，已经结束了，不会再有人牺牲了。再见，与生命的尽头。